力度蛮好的，控制得非常好。哎呀，太好了！流星锤，加油！小心，小心，跳过去！太棒了！趴下，站起来跑，跳过去，趴下，太棒了！加油，加油！哇，现在时间还有很多啊，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速度加快。哇，他真是有研究过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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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加油！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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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哎呀！哎呀！七七落水了。七七是一位这个擅长于口红画的这个美女。那在古代呢，如果一个女生拥有了琴棋书画这四门学科，哇，那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了。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闯关双人人赛道上。我们的这位，我们的李琦就擅长国画，但是无论在这个桌案上如何的飘逸，李琦，我们都希望今天你可以把飘逸的风姿带到我们这个闯关双人的赛道上，加油，琦琦！加油啊！加油！加油！来，哎，来，快快快，五公里！哎，加油！加油加油啊！琪琪加油，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哎，过我们这一关啊，首先就是要相信自己，那今天就一定能过得去。如果一来到我们蜈蚣岭感到很害怕很无望的话，那今天可能真的就过不去了。琪琪加油加油，琪琪站起来加油了，琪琪加油了，元帅终点等着你呢，快快快！哎呀，坚持住吧，美女。好，努力了半天都过不来，可能就是时间点掌握好了之后，就特别轻松的就会过来了。加油！快啦！快快！哎哎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王红，来，粉嫩
好。啊，哎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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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了！快速！加油！快往！出发，蔡宇！加油，蔡宇！啊！加油，蔡宇！蔡宇小心翼翼地回到了我们的赛道之上，正在接受我们流星锤的考验。哇，我的天哪，他好厉害！